占地 9.1 公顷的洲仔湿地公园，在市府阳光处采取友善环境的方式管理下，成功打造了适合多样性生物栖息的生态公园。很感谢内政部营建署的肯定，那我们高雄市政府的洲仔湿地，它是国家级重要湿地，已经连续三年获得经营管理的执行成效特优的这个奖项，那真的非常感谢营建署对我们高雄市政府的肯定。阳光处希望由洲仔湿地做起，串联高雄及其他湿地，结合社区资源，创造地方环境教育价值效益。台湾湿地保护联盟，然后是跟那个高雄市政府阳光处认养了洲仔湿地这块地方，那负责的就是园区的维护跟管理。然后我们维护管理其实有赖许多的志工，大家就是会投入园区，然后做基地营造。那希望这块湿地除了提供更多的生物来这边利用之外，然后也可以作为市民一个游憩或者是做环境教育的那个良好的地点。洲仔湿地公园已经开放，民众只要上网预约就可以前往现场欣赏水生植物与不同鸟类共存的美丽景象。记者金宪忠高雄报道。